好，现在同步上面太极拳的八法。上节课是以横以提按踩裂腿后和前进后退肘部右半身运作为太极拳啊这些三式进入基本功的训练。我们现在作为基本功的训练，就是首先以里为主，双手抱拳。往前推推，左手是掌，右手握拳，在胸前推出去，定。再来一遍。现在作为太极拳的横理按踩裂肘靠，我们首先第一个是上步。上步就是按正常的来说，是身体下沉，啊，脚跟着地，好，上步，从侧面来上步，脚跟着地，左脚右手上步，就像正常走路这样，但是身体要下沉，跨年激动大。哎，好，再上步。另外呢，就中定，就是我们站在原来的位置叫中定。中定的时候，一定要身体放松，把身体整个重量，啊，压到我们整个脚掌，整个脚掌上，啊，整个五个指头。后脚跟都略略转，涌泉穴。好，另外呢，脚在左开右开的过程中，左开右开左开的过程中，是用我们的脚掌心啊碾着地下磨过去，啊，自然的开磨过去，重心。可以放在左脚上，也可以放在右脚上的开，这也叫中定啊。双脚并拢，一阵的过程中也可以叫中定。当两脚打开是一个马步，也叫中定。那么中定的过程中啊，就是准备向前或者向后，或者向左、向右，在太极拳里叫前后左步右盼。左边脚尖就往左边，右边脚尖就往右边。前进就把底到右脚，把我们的左脚往前，或者跨45步往前。啊，这是步法。后退就是用脚尖往后45度，脚落地，前脚掌离地，脚跟着地。当重心移到后位的时候，把脚收回来，啊，就并拢，这个就后退，就是往后后退，后退，后退，前进，往45度走，前进，哎，后退，后退。左顾右盼，当离正的时候，身体下沉的时候，往左，身体就往左，往前，往左的过程中，自然的把脚抬起来，脚跟着地，也可以离正，身体不动，抬脚往左分开，左顾右盼，盼就是可以把重心。过去往右，好，又回到中定步，前进、后退，左边、右边的开步就是太极拳五行的四个方位啊。根据我们正常站立的方向，东南西北啊，另外一个中定中间就是五行，这个太极拳里面啊。
根据易经的阴阳结构，五行就是我们在太极拳套路以及在太极拳开始表演的时候，有正南方向啊，或者正东方朝太阳升起的地方啊，这个方向就是正东方向。东，当我们的身体啊准备往前移动的时候，它可以直接往前移，也可以往前左脚迈就往左偏45度，左偏45度，脚跟着地，再把重心慢慢的上去，好，再慢慢的重心到位，后脚尖着地，这既是上，也是在准备退步，啊，落脚的时候收回来也叫退步，这是一个脚，另外一个脚的时候上步，本来是往我们上步就往边上45度，再往，好，到位了以后，我们脚就跟上去。当退了，前进后退，后退就是脚尖着地。当脚跟落地的时候，前脚尖着地。好，再收步，左步右盼，右盼就是往左开步，脚碾过去。啊，脚跟着地，好，到位，就是这个方位，东南西北中啊，在易经里面叫金木水火土，啊，在五行里面，在太极拳常用的就不按东南西北来讲，它是讲前进、后退、中定、左顾右盼。现在太极拳的旁就手伸上去，遮住我们的胸口，好，自然的把身体往右转，走就是了。好，当我们要往左转的时候，手伸出去，往上的右转，往左转，啊，通过这两个，右手往右捧，左手往左。始终这种轮回在走的过程中，有点像云手的工作，这就叫捧，捧，两个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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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手，好，单手捧，单手捧，这个捧啊，就是。手往前伸，在旋转身体的过程中，慢慢的啊往左边扑，这叫左膨，是身体随着手掌心在旋转，从掌心先朝上，再转一点点，掌心朝下，再转一点点，15度，最后掌心朝下，啊。当两个手交替的往外捧，这个叫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的捧，捧，一手往外分开，两个手往前中间出去，往两边分开，这叫双手分开捧，啊，也是朋友的朋，捧。好，沉下来，啊，整个准备，伸出去，疼，好，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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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疼的时候，这一节就是疼，我手抬上去，先不讲动作。当身体随之旋转，手往外边叫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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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开，腾，好，当步伐开，往左，往右，
右棚往左棚，往右棚，往左棚，往右棚。啊，一般棚和铝棚是做，棚是这样子，手伸出去，往右边就往右边棚，往左边就左边。好，我们休息一下啊。的铝案正常来是往右往后退，铝这是双手铝啊，拉上去横铝是右上到左下，或者是左上到右下啊，左肩膀前往上，大手往下捋，身体往下松沉，髋关节往下坐。重心到位，再捋，啊，拉起来捋，捋，单手捋，捋，好，这个捋啦跟棚是一个阴阳的作用啊，往外棚，再往下捋，往上棚，往下捋。往右捋，再往上捧，捧捋变成一个姐妹了。捧捋底按底和按啊，捧捋捧双手捧捋捧捋捧捋捧。捋，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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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捋。横，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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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手捧，单手捋，单手捧，单手捋。捧捋啊，左手捧，左手捋，单手左捧，单手左捋，捧捋，捧捋，侧面看到哈，捧肘部过肩膀啊，捋身体下沉，捧捋。横、捋、横、捋啊，正面横、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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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右横。往左下捋，往右盘出去，往左下捋，正面横捋，捋横捋，后面横捋横捋横。捋，横，捋，横，捋，横，捋，好，返回来，往左棚，左棚，右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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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正面，横。
捧，就像抵挡对方的手，捋就把对方的手拉下，捧，捋，啊，捧，捋，捧，捋到身体是正的，再靠身体弯，右脚伸直，捧，把髋关节捧下来，往右挤过去，啊，捋，捋，捧。捋，啊，是太极拳四正手的前一对姐妹啊，横捋，捋，这横的过程中，当双手单个做的时候，将手伸出去就左右横开了，你看，左右捋下来，啊，横开，捋下来，啊，试一下。横、捋、横，这是左右捧，下捋、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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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捋、横。捋，这样子看得懂吗？横和捋，看得懂。回，啊，这是双手，单手往外捧也可以，啊，逆方向啊，单手逆方向啊，往外再捋，啊，这是我们的右手啦，也可以顺着两个手也可以往外捧，啊，再往下捋，捧。捋好，捧和捋，大家掌握了没有？能不掌能握掌了，握捧和捋？可啊，掌以。握就是画两个圈往外，我们两个手伸起来在胸口，往我们对方的脖子啊方向，再重心从小臂就身体的转动，往右就往右捋，往右捧，往左就往左捧，两个手往外捧，啊，左右捋拉是上往下。捋捋，一捧一捋，一挤一按，一捧一捋，一挤一按，捧捋按。上节课所做的，在所有的同学今天都来没？捧捋。挤是很简单，把身体挤的，看到没？也身体就挤，随着旋转多少度？45度就够了。从左脚通过右胯关节往下沉，啊，再从左脚伸直，这个过程中叫身体保持不动，身体正直不动，只是有带有旋转的重心移到左，移到右。往左挤，往右挤，往左挤，是靠身体挤过去，身体挤过去，就是等于左右摆动一样啊。挤，按了就是从上面合起来，再往下按，好，往左边上去，再往右边按下来，右边双手捧上去，再往前按下来，所以它里面在。运行的过程中，啊，当我们啊，挤，上部挤，就是用整个身体随着脚步，身体啊往前挤，身体保不动，这所谓的不动。是在我们的步伐开起来，随之而前进，随之往左、往右，啊，往右、往左，再挤过去，好，挤过去，在不运动步伐的过程中，就是左右的挤，左右的挤。
啊，这边就可以把彭丽丽三个字连起来做了，彭捋捋的过程中带平，哦，啊，往右彭，往下沉左挤，捋的过程中往哪边走，身体就往哪边挤，啊，单独挤挤挤，走彭。捋，挤，再挤一下，左边挤，右边，横，捋，挤，再挤，横，捋，挤，挤，横，捋，挤，再挤，你看哈，我们现在。左右的对称的去训练，横、捋、挤、横、捋、挤、横、捋、挤、横、捋、挤，这样子能掌握吗？会不会快了？横。捋、挤、横、捋、挤、横、捋、挤，好，彭捋挤做了，还有加个按，字正首就开始。比较完整了，按了是从上到下按一下，啊，从上胸前往丹田前按一下去，啊，按一下去，双手放提，收起来，再往下按，按的过程中有带推的意思，推的意思，再往下按。随着步法的前进，按六风四壁，按六风四壁，好，按就是从上往下推，按下去，身体跟着推，按，啊，捧起来，这样两个手，略略化解抵挡。再按，走，按，走，按，好，进步按，走，按，按，按，退步按，退步按，退步按，右按，左边按下去，右边按下去。左边按下去啊，以后再把这四个横捋挤按合在一起来做的过程中，就是啊，当一迈步，横一层捋，带着身体挤，可以上步按，横捋挤按，横。捋、挤、按，这样子会不会明白？彭丽杰按，上部一横，下沉一捋，身体一挤，手合起来按着。横，左横，右捋，往左挤，右按，左横，右捋，左挤，右按，反过来，右横，左捋，右挤，左按。
横，岸，横，履，底，岸，往左盘过去，往右捋下来，往左挤过去，往右按下去，横，捋。起，按，横，捋，起，按，横，捋，起，按，往右横，往左捋，往右挤。往左按，横、捋、挤、按、按人。好，我们带动活步再走，走，往右横、挤、捋、挤、按、往左横。往右移，往左前移，啊，可以上步，按，按是这样，横是这样子，横着走，横，横，捋是这样子，捋，右上到左下，啊，随着步伐的加大，捋。捋，捋，横，捋，横，捋，横，捋，捋，啊，挤就是身体上挤过去，挤过去，挤过去啊，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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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是从上面到下面按，或者左上到右下按，右上到左下按，这种推出去按下去的，横、捋、挤、按、横、捋、挤、按、横、捋。挤，按，横，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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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挤。啊，哦，下雨来了，下雨来了，下雨来了，等一下啊，下雨了，赶紧躲，赶紧找个避雨的地儿。哎呀，躲一下雨。这边呀，要下很大的雨，它现在上面那个门不能开好，我就躲在这树下，现在没雨，还可以坐一下。啊，现在还有20分钟，哇，太大雨。那下面有雨棚，下面可以坐哈。你找一个棚，有啊，上面有有，棚我的，在找一个找位这个置。房子下面。好，刚才讲过棚里提案，现在我们重新的认真的把这个动作做一下哈，预备，中定，好。当我往右开步的时候，脚一开步，脚跟一落地，手就盘出去，不允许的，盘，捋，身体沉下来，从右上到左下，啊，挤，身体从右到左挤过去，双手合起来，按，从右上左上
到右下的按着，横、捋、挤、按、横、捋、挤、按、横、捋。挤、按、横、捋、挤、按、横、捋、挤、按。好，我们现在就是开步往左横。开步就是左步，横、捋、挤，往右按着按，往左横出去，往右捋下来，往左挺过去，往右按下去，横。捋、挤、按、横、捋、挤、按，连起来，横、捋、挤、按、横。捋、挤、按、横、捋、挤、按、横，你看不吧？捋、挤、按、横、捋、挤、按，回中定，往左旁。右捋，往左起，右按，往右横，往左捋，往右起，按，连贯起来做，横、捋、挤、按、横。捋、挤、按、横、捋、挤、按、横、捋、挤、按、横。捋、挤、按，你看，左横、右捋、左挤、右按、左横、右捋。左起，右按，左旁，右里，挤，单手按，左旁，右里，
左举，右按，三者旁，女，举，按，旁，女，举，按，旁，左里，右起，左边按下去，右旁，左里，看我的胯的变化，左起在马步，好，走，小身子，右按，又是马步，再按，好，活步，横，捋，挤，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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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横，捋，挤，按，好，现在彭宇吉安会做了。踩裂肘套，踩是指什么意思？是接住敌人的手。好，刚才捋是用掌合住对方，右上到左下，那么踩呢，就是手捧上去抓住敌人，装备，身体在移动，下沉，再往下按，方向是一样的，但是用劲的方法不一样。好，好，踩，好，左横，右踩，踩，好，上，踩，你看，再后脚，好，横，踩。本来是彭吕组长，看到吗？彭，抓住踩，彭捏住拳头踩，这拳要旋转，拳头在上要旋转下，开头是拳心朝左前，再。往下走的时候，这个拳头旋转，拳头旋转，拳风在天上，慢慢的把拳风朝地下，走走走，踩，走，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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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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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裂是什么呀？裂是在踩的基础上，往左，跟我们的胯方向反过来左。左脚上步，当我们踩下来的时候，当右脚上步的时候，用右臂、右肘通过腰间，也可以两个手，这样子叫裂。从侧面看是很像，就是跟我们的膝关节、我们的大腿内侧，跟我们的手臂跟肩膀的左侧往外显身剪刀劲，加上这个手
这是二路发劲的时候要常用啊。在老家一路是以字正手为主啊，字正手为主。哎，今天都没几个人在练。好。好，注意哈，这个看一上步，一上步拦住对方，踩，就是说两个拳头拿到我们的胸前，往右转，像握住我们打游戏机那种牌，小小的，往右，往左，用肘哈。肘关节打开，上肘打开，往右，身体旋转，身体往右转，腰身转起来，腰转，人是中正的，哎，好，随着重心啊，往左右移动，这叫踩，裂，裂，对对，可以发劲。它又不像是肘，它是靠肩膀跟整个手臂一起来做转动。对，哎，嘿，对，好，这是踩裂。肘靠是什么叫肘？就是肘关节往右，肘左肘，就用肘关节肩膀抵上去，一起把肘关节拉起来，往两边，往两边。刚才踩是旋转，旋转，肘是直接往前，肩膀移过去，靠过去，靠。这是肘，肘啊，这是左右肘，左右，左边嘛，啊，右边，右边往左边，这叫肘，肘，这手可以按住，按住我们的手，啊，这样子从左推到右，哎，右推到左都可以。水平移动，水平移动，这用肘，这在防卫过程中是攻击了，攻击敌人用肘关节。好，这个肘啊，到时候有好多肘的哈，这是左右肘，这是下挑肘，往下，往下，往下挑肘，啊，上臂，往上挑肘。啊，往后，往后，侧面往后，像冲拳一样子往后，啊，往后走，后顶轴，顶住对方，哎，对，啊，一个轴，唰，啊，一个手，唰，走，敌人抱住我们的时候，就这个肘就往后顶住他的胸，哎，站住。这样子，对，这样子，著名大师啊，哎，我们可以吧？可以收了。我中啊，二有课，中午靠还有是靠二有肩膀课。上靠，嗯，对，肩膀上靠，啊，好，好啊，踩的，点肘靠是后靠，啊，前靠，好啊，的。横、捋、挤、按、踩。裂、肘、靠，好，今天就好到此的，为止。谢谢钟明大师，我们下周见啊！我们要上中啊，教二的不有声好哈，乐不知课道理解啊不理解。啊！谢谢，慢慢理解。
谢谢钟明大师啊，教的非常好。我们现在下了啊，我上中班了，好吧，拜拜。